在回马村，然后从那里小学毕业之后就到大同念初中，然后我们是初中我们念那个北京班，所以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台北。对，目前现在我是在那个莱摩切明伦小学教书，还有就是住在有的时候就住在学校，它是一间草屋，茅草屋盖的。成立多久了？成立2年前，对，2年前成立的学校，学生大概50位左右，对，现在有2位教师。有多少班？2个班。什么班跟什么班？幼稚班跟1年级。对。大家掌声鼓励，他很难有。
就是成熟工作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成绩，真的很重要，给他们机会。哦，我饱了啊，又饱了。对的，没有啦。所有的菜不好。对，老师当然好，因为我早上有吃，没到我们家。然后如果你们要知道，太简单的，第十六道上面就有。第十六道。第四页就是有鄙人在下我。比如说像我们去国王的观光区。八五男生穿三点四的，那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特色。我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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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我那时候今年快七岁，然后那个老师在三十岁在加拿大回来。没有啦，我带过六十多岁，然后今年回来后，是不是因为我对你老板，你们就限定三十一岁？没有，三十也是辛苦会的，没有，我这边没有。不是，你们带他还有限定。因为我前面那个，我去年的，去年呢，去年暑假寒假去啊，后来回来看门招财，然后结果再来，然后要求。没有，因为我承认，因为我去到第一天就感冒，然后到第二两天就一直流鼻血，然后他们就回来分享，那我是做医美是比较没有，而且都是太北了。现在是这样子的，现在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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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子的，现在
三人，我今天三人，三人我招两个。
不，他不，他不。对，家乐福在卖，我们先从家乐福，就在想。只有一个小孩。